内部测试已经过去一周了，关于 Protoform 项目的下一步规划今天会有结论。我不担心，我们现在游戏虽然有些瑕疵，但是整体质量还挺不错的。干爹，你已经到家了没？其实我们已经决定了让徐阳天继续这个项目，但是通过这一次测试我们发现了有很多问题，然后我们需要徐阳天不要这么固执而有一些妥协。哎，那个，你觉得我们的这个项目测试怎么样？感觉内容有点少，还有很多想法没做下去。嗯，那你觉得老大会怎么对我们的项目？我也不知道。哎，徐阳天，两位来一下，开个会。通过这次测试以后呢，我们同事们给我们了两个结论，一个就是控制上太难了，一个是呢关卡设计也太难了。控制我们已经改的尽可能简单了。那不可能啊，现在我们同事现在测试结果就没有几个人过得去。现在整体来说他们都觉得控制很难。他们还说项目比较难，不会被砍掉吧？好吧，我们还有一些想法细节可以微调一下，关于控制的下个版本可以做一点改进。要不这样吧，你们反正每次改完了以后我们同事测试的结果大家都好像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要不干脆我们放到外面去给其他玩家都一起试一试，看看他们的反应。也行。现在你们觉得，你们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游戏有多难？我们最难的部分可能100%的人过不去。100%的人过不去。好吧，99%。我去。下一关我们得多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吧。不，一个星期够了。那么，啊，我去了。哇，好精致的手办。那你呢？我上厕所的。这个星期肯定做不完，因为这个星期我们要简化操作，像一些攀爬操作，我们要把它的按键输入减少。你想做怎么样呢？其实我还没要做好，就是因为我在 F mode 不太熟悉。你大约还多长时间？我觉得一个星期左右。这地方应该太难了。我觉得这难度曲线还可以，可以放进去试一试。徐同志啊，什么时候做完了？都三个星期了。下周五、周一、周三。行，成交。